2018年全面毁灭年，棒棒棒棒，一直叠棒棒棒，熊熊出没，注意，美丽的不会走，他妈的，别够游戏。欢迎收看靠北国旗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哥，今天九月二十五号大半了44点。有北京菜，爱真在，人又快，要意外。有北京菜，逻辑在，做高合卖。哦，差不多有两个月敢那无录啊吼，因为电脑故障啦吼，啊来以前的什么录音啊吼，设定怪怪吼，好，卖废话啊吼。咱来看哦，咱真该哦，真该讲的时阵，敢是伫个家嘛，在附近嘛。我记伫个隔壁，阿姨该讲吼。啊，你的心魔爱克服吼，你要克服你的心魔嘛，啊，你就听袂落去嘛，对无吼？啊，你看，迄当公交缺口爱补啊，即摆起来补掉啊吼。啊，你看你有买着无？大盘上好做啊，迄当初你就目睭开开买着就好啊，只是你要克服心魔嘛，吼，做好做个啦吼。啊，来咱来看，啊，我记迄当初拢甲你报啊，有嘛甲你报啊啊，哎，看你敢听会落？我唔知你敢听会落，来这台湾废铁。啊，台湾废铁啊！你看，大盘起咧600几点诶，啊，为虾米废铁咧破底？迄当初毋是甲你讲啊吗？我为着赶时间，逼不得已吼，爱买高铁诶票，我要买高铁诶票买袂着，网站啊，瘫痪啊，无法买啦、啊。我著讲，即公司奈连接网站拢用袂好。啊！我订袂到票，你感觉种公司会进步吗？啊！你甲你讲嘛，迄干你高铁站拢起伫迄种奇怪所在，谁会想要去坐？我嘛无想要坐啊！啊，是因为真正时间袂赴较要坐啊！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去个什么沙仑站？迄什么去什么鬼地方啊？迄什么鬼地方啦、啊？我问你啦！吼、哦，废铁嘛，迄阵人家讲废铁，你看即马印证啊！啊，即马又搁甲你讲什么要去到什么屏东？迄就是啥，政客啦！迄政客就是圈地都买好了啦，土地买好，即马要拆吼。高铁要来了吼，干、你娘！伊个地拢会使摕来做停车场啊，在底下甲你收钱啊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意思无啦？迄厝差袂开吧，叫你做停车场，收钱嘛收钱吼，因为你来遮就是爱搞停车，你知影意思无啦？吼，这官商勾结啊，咧 BOT 啊，这咪官商勾结最好例子吗？台湾废铁吼。迄阵甲你讲诶，吼、哦，我袂记伫个对。迄阵讲，你就空爆他，眼睛闭闭空爆他，你看落来啊。人家大盘一直涨诶，啊，你看即摆大盘啦回来，哦啊，这毋是惨嘛，这毋是抬个病呀，这毋是抬个病呀，对无吼、哦？你看你去，你嘛是有股票个空哦，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你看你敢知影？吼、哦，要做选股啦吼，即、哦、摆就是个股加迄个加权指数无啥共吼，你爱。哦、要有特别的眼光去进、哦、去选股啊！你看我好啊，那个讲一支啊，这嘛是啊，你家看上柜 OTC 嘛是起个病呀，起个天顶呀！你看这支干嘛？迄当阵咪甲你讲啊，你个天堂也无好啊！啊，你敢有听入去？我就讲因咧跋歹脚啊！啊，当下啥小咧跋歹脚啊，佮想要救救啥小啦，这个无救啊啦！落来啊，落来啊，落来落来，你敢有听？你有没有听？那个时候你有放空？你现在是不是也赚钱了？有没有？人家在涨嘞，涨到天上去了呢？什么 OTC 加加权指数起价被11000啊呢？起价被天顶呀呢？啊，你看这嘛是咧涨，吼、哦，好来，啊，这唔重点嘛吼、哦，啊来，佮要听明白吗？咱最近吼、哦、新闻什么 iPhone 11，你娘老鸡掰咧耳狼三镜头，啊，热到要死呀、啊，我。当初有买啦吼，啊，我摕个手机来看，咱来比一下看上个 ISO 较悬。结果伊个手机也袂当调 ISO， 我是毋知捧个手机啊是安尼呢？伊照相 ISO 袂当调，迄一堆功能袂当调，就问你是要翕一颗小？你是要翕一颗小啦？你是拍照拢全自动吗？迄毋是讲全自动翕起来就会水呢？迄无共呢？我个相片你嘛是爱手动会调嘞？结果家己你啊三小时个头拢袂当调，安尼一支甲我卖买30000块。啊来讲咧充电线，干你娘！你含充电线，后人接 Type C， 恁上刀恁刀的电脑有 Type C 的插槽吗？较少啦，迄爱作新的电脑较有吧？
你接太婆死，我问你要插对，要插你的鼻孔吗？是要插啥小啦？所以伊信那一条充电线根本无效，人嘛是爱用旧的。我遐想无，苹果迄什么，因咧家己设计还是啥小的头壳是安那？刚好想到这啦，为什么要接 Type C 啦？你动作大拢买你的苹果电脑呢？因为我的苹果电脑都是 Type C 插槽哦，所以你买了苹果手机，你要买苹果电脑，这样你就可以插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干，鸡掰嘞，乱碰个，所以你知影啦，我讲这句你知影吧？你知影哪做啊吧？你若真正想要放空的，因为你会看到即马，这可能你感觉指数足悬呐，哦。可能起家咧，你夹惊吼，你无你唔敢做多啦吼，我也唔敢做多。啊，我刚刚讲，这是心魔，你要克服心魔，该买的时候要买，有无？啊，现在我知道你会怕了，你唔敢做啊吼，啊不要紧，啊你不敢做多，那、啊、你可以空啊，啊空什么？我已经跟你讲了啊，就跟苹果有关的啊，干你娘捧个，拢我扛我死就对啊，干你娘听我一句话啦，你看高铁我讲的啊，橘子我讲的啊，来的就是苹果了。你他妈的烂苹果，烂到要死！到时阵我跟你讲吼，即马华为 Mate 30嘛出来，你家己看 Mate 30的功能，我尼也好。啊，即马就卡伫讲伊袂当用 Google 吼，啊，毋过我毋知你有去了解这个手机啊无？伊这个手机啊咧，伊嘛是安卓系统，所以意思讲吼，你安卓的功能啥物西洋骨头拢会使用，只是你袂当用啥物啊？你袂当用 YouTube 你得用网页吼。你的浏览器吼，你手机里面的浏览器去看哦。啊 ，Google 地图你嘛袂当用，啥物 Gmail 啥小真嘛袂当用。就安尼尔，就安尼尔。你要看 YouTube， 你会使用伊的浏览器去看 YouTube 哦。这是 APP 的 YouTube， 你袂当用安尼尔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吼、哦，差伫个遮啦。所以其实讲实在，影响无大啦吼。啊，毋过无要紧吼，伊即摆讲十一月嘛吼，伊原本讲个啥物？解什么什么禁令要延到十一月，咱即摆看十一月吼，你听好，你十一月了，因我讲吼，哎呦，那华为我们就解禁喽，我们要给 Google 要给华为用喽，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跟你讲，捧个绝对卖袂起哩，伊即摆你跟你封杀华为，就是要卖伊捧个，为了他的什么 iPhone 十一烂垃圾 iPhone 十一啦，你知无？伊 iPhone 十一弄到要死，为着要好卖，吼，不要被那个啥小。麦克尔伊个 Mate 三十屌压啦，屌虐啦吼，所以也先甲你封杀吼，互你 Mate 三十卖了无好，大拢来买我的捧哥安尼啦，这就是川普的计谋啦，你知影无啦？啊，到先到十一月你就知影，十一月吼，恁家果粉，你们这些智障白痴果粉，每个拿一支 ICD 来挨个，你看即马一堆灾情啊，讲咧农业会震动啥消息样骨头，吼啊你要换吼。不好意思哦，你不能换全新机哦，你只能换整新机哦。干你娘！你买一支手机啊，买来都有问题啊！你无甲弄着无那，是应该是品质问题、品管问题。安尼你讲要换一支新的，讲袂当啊！你只能换整新机啊！干你娘！你袂突然死吗？所以你就说你们这些智障果粉买那啥小 i 十一啦！干你娘智障哦！伊基本上就是要骗人家白痴盘啊，拢去买 i 十一哦，啊你不会去买华为哦。因为也想法就是安尼啦吼，啊等到十一月嘛，我的讲啊，十一月已经过了，两个月嘛吼，过两个月了吼，你们都买的差不多了吼，那我们再把华为解禁，吼，看啊我佛心来帮你解禁吼，啊告诉你看捧哥呐，说你现在你真的想空的，你就去空苹果就对了，很多可以空啦，哦你那袂爽的，看了袂爽的捧哥的吼，跟苹果供应链相关的啦吼，扛了。安尼就对啊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唔免讲伤济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哦啊，画这个标，嘛是有一挂股票这个标，标到做含的，像这個，这你嘛无人去关心你啊，来这个地心引力，我唔知道你有看头前，你去现头前的靠北股市，你有看到无吼、哦？这伫咱的清单内底吼，一直在我们清单的第五页上面，有一个叫地心引力的，近期那么成交量就把嘣嘣嘣嘣嘣嘣嘣喷起嚟啊！蹦蹦蹦蹦，几支啊？一哦，这是第几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，高机哦，九个涨停，那么拍拍手，高机涨停呢？哦，你那么关心吼、哦，有一挂做高标的啦吼，吼、哦哦、你若要买下标，即摆嘛是有啦吼、哦，要买下标，你找一挂迄量足细啊，无人关心的吼，迄、哦、种有机会，迄种有机会吼、哦，啊量大你卖算啊，你知影无啊？哦，用大你用讲攀那尔啦，好啦，安尼今日靠背个只，感谢大家收看。